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Luster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下科普味。这次是第三集，那么离上次的第二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因为这段时间呢，除了工作以外，还有做一些，例如说 Minecraft 的计划，所以有些游戏就延迟没有玩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要来把这款游戏继续玩下去。上一次呢玩到了第25关，那这一次我们要从第26关开始玩。好，那么之前的更新呢已经有中文版的，所以想要知道它每一关的关卡名称，那大概就可以看中文了。看一下哦，可以直走吗？原来是要把每个点都走完啊。应该是往这边，有点难啊。是不是只能走在红线上啊？太久没玩了。挡路了！哇，这样不能过去了，只能去撞它了。看一下啊。哦，它会转动了。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方向，要往哪边才对。我们要从这边继续走。看来圆圈会指引我们现在能走的方向是哪呢？所以我们要。要想办法让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圆圈指引的方向走完所有的点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所以这蛮有趣的这个。哇，又走到死路了。那所以我们可得好好想一下要往哪边走了呢。哇，这样要怎么走呢？这里我需要一点时间。等等，右边那个方块旋转的时候，是不是有时间限制啊？哇，那这样就惨了啊。啊，那大概熟练了一下，那我们等一下就要正式开始了。这样一秒都不能掉啊！真的有时间限制哎！真的，如果没有在时间内走完，他就会停在那边。好吧，就像十只沙海中的一粟一样。这音乐都让我毫无紧张感啊，有点糟啊！有。啊，不能停啊！
好吧，可能要死很多次了。哇，真的不能有一丝的犹豫耶，一直死。人生很难过得下去啊！看准时机，可能转到上面的时候我们再过去。啊！用错方向。啊！刚刚我躲了上面一点点。看来那边一定要躲一下才能过。哦哦哦哦！哦，差一点点！可恶的公园啊！我恨溜滑梯。好吧。树叶沙沙作响，此生好事天籁，害我溜了溜滑梯溜了那么多次。好吧，收拾心情往下一关。哦，这是什么东西呀？哦，九位聚集耶。哦，总觉得那个球会伤到我们，要小心一点。没算准。我靠，这是怎样？长凳啊，玩这游戏会让你讨厌人生啊，我要回去了。人生你怎么那么难过啊？我想想看。只要再过一次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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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会不会跟那些球有关系啊？可是好像觉得是跟那些球有关系啊！哦，我犹豫了一下。关卡过了好多次啊！啊，犹豫了一下，啊，这游戏让你思考人生。是很好的游戏没错，可是很难啊。为什么要那么难？
犹豫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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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靠近一点。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我现在没办法去那边了。这真的有点难了，搞什么？我要走了。虾米？我们被他骗了！不，人生啊，风的低语曾经有过，人在萦绕，永不消失。是，我的人生就被这样浪费了十分钟。哎。不能犹豫，咦？不能犹豫。一定要得想办法，好，刚好的躲在那些坑里面。我靠，也太难了吧！过了那么久了，我们才玩了四关而已。不能犹豫。我想到了哦，我们从他后面过呢。撞到了，的确呢，从后面过有比较多时间，但是要算好时机才可以。啊，在上面一点，哎、欸。
我们可能跟着那个十字过了，所以我们要等一下要抓紧时间过去。太近了，我靠，不管离多远都有可能会被打到，我这难度才正常而已，这也行，这游戏让你思考人生。好吧，今天起码要玩多关一点。靠，这怎么过啊？出一些规律才可以。我们是真的有办法过吗？靠！今天不知道要玩多久了。所有点就要中途绕回去呢？哦，已经不知道挂几次了。如果刚刚那样不犹豫直接下去会怎样呢？打进他的中心点。哦，真的呢。广场，沙漠可建造成广场，广场亦可荒废成沙漠。你们这些城市设计师太恐怖了！我脑袋都玩到变沙漠了。点击来停止。哦，这现在用滑鼠就对了。哦，我们要点，我们要按着滑鼠让它停。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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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哦，哦，现在变成用滑鼠了。纪念馆。唯有清心寡欲之人才有资格立碑传颂。清心寡欲，那些墓碑是怎么回事呢？港口
对，现在应该是我们用滑鼠就对了。哎哎哎哎！巴拿马运河是吧？哦，太快了！哎哎哎！这很靠近就对了。那滑鼠废了怎么办？不知道停泊方位的人，遇到顺风也是枉然。也是我讲东，你偏要走西的意思吗？思考人生啊。哦，那边很难停欸。过了。突然有一种从地狱解放的感觉，这几关都蛮简单的。港口只是个停靠之处，之后你将继续远航。我继续玩难关啊，越来越难啊，接下来都跟海有关系咯。哎呀，不能被打到就对了。小鲸鱼，还有人随波逐流，有人逆流而行，有人则另辟蹊径。另辟蹊径潜水是吧？直接沉下去比较快。我要直接，我知道怎么过啊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哎，滑鼠有点。要打中它的中心点。哦，过了，鲸鱼。好，34关，后者极少，剩余生阳之精。我懒得吐槽了。继续吧。
接下来是岛。原来你是在右上角。要 A， 要找缺口。A， 一定要这样。你又来一次，再来啊！这是太白目的结果。哎，你来啊，不怕、啊。真的很烦啊。嘿，哎，不小心，就是那个要撞到它的中心点的那个关卡啦。嘿。啊！可恶的左键！左键让我思考人生。啊，太上面了，只要去撞了。不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、欸，哎、欸。啊！左键，你又害我！快点、啊！就是这样子啊！就是要让它转动就对了。那我等一下一鼓作气冲下去。嘿！不！哦，刚时机没抓好。不急了，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，不怕你呀！哎哎。倒！但他们创造了历史，还极其的遗失了片段。哥伦布，哦，我们现在是在左上方，要往下走的意思。又是这个十字。啊，不能犹豫啊！哦，这些球的洞可以让我躲就对了。啊，不能太快。啊，犹豫了。多玩几次了。
样子，我们要躲一个地方。然后我们要赶快过去，不能犹豫。我们要找怎么往那个第二个十字架之后，看能躲在什么地方。哎、欸，人生就是不停的一直冲撞。我刚好像过了、啊。哎、欸，要过这里只有一次机会而已。刚刚是不是差点就过去了呢？看来我们打了第二个十字架之后，要先停一下下。不行！哎、欸！啊！刚刚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灵光一现，哇！不能太靠近啊，那这样大概知道了，不能犹豫。我怎么一直在那边转？必须要抓好时间才可以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啊，不能太靠近哦。啊，我们刚刚停了一下就没机会了。看呐、啊！哦，刚才太惊险了。哎哎哎哎哎哎！我靠！灵光一闪。过了那一次很完美的之后就过不了了，真奇怪。人生都是这样，你只有一次成功的机会，然后就准备吃屎了。吃屎！哦，这陷阱也太多了。啊，虽然给你躲，但是你要躲得刚刚好。我想想看，哦，这是不是总会有一个？如果我们像这样子呢？我要等了一个，所以我们要先让一个圈圈先过去就对了，好吧？我们先让这个过去，然后下一个我们再往前走。不，
不要，哎。哎，太靠近了。我们先让一个圈圈先过去。哎哎哎，太靠近了。Go！啊，不能犹豫耶。哦，差一点点。哦，终于过了。码头即将功成名就之时，最难抵抗的却是临阵放弃的诱惑。好，我现在想吃一个缤纷乐。废弃的营地。哦。你先躲就对了。我见你又冲看我，哎，要再躲一次就对了。华叔左键让我思考人生。现在开始变得有点谨慎了。哎哎，啊，人生啊！为什么让我玩这么难的游戏啊？可恶，滑鼠不要再害我了！啊，太上面了。滑鼠左键让我思考人生。哎，忘记了。嗯嗯，不要不乖。不要不乖。就是现在，哦，终于过了。不要不乖。废弃的营地，尽管感到空虚和寂寥，可不要话只讲一半吗？哎，啊，又忘记了。哦。我靠！有这种事？吓死我的毛啊！你还不能待在那边太久啊！哦，太快了。
来，我都停在同一个地方，冲啊！啊！怎么在这种简单的地方？哦，很烦嘞。一定要这样子对我吗？啊！可恶啊！哇，差一点点啊！华叔，你不要再害我了！华叔，华叔，华叔！我箭筒地图，但却并没有所谓正确的答案的万能指南。上一句是什么？忘记了。尽管孤独和寂寥嘛，随便啦。为什么你要转那么快？好。不要这样子搞哦！不要走那么慢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哦，吓死我了！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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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差一点点啊！太难啦，我玩到40关啦，一个小时啦。我会把很多死掉的地方剪掉，要不然影片太长啦。哎，我这里一定要那么难。华叔左键让我思考人生。我靠！一定要这样。时机很难抓啊。嗯，过都过不了，完全是看运气。快点，快点，40关快到了，40关快到了。吓死我了！39丛林，人很容易迷失在疑惑的乱麻之中。我现在就深陷乱麻里啊，这么难啊！游戏那么难，要干嘛？左键让我思考人生。哦，我还不能，我还不能。
犹豫。快刀斩乱麻，斩乱麻。哦，让我很恐惧啊，这些关卡。哦，到中间了耶，至少可以到中间了。就乱冲就对了。到中间了，不行！一开始可以先冲两个，但是不能犹豫。过这一关，一定要过！到中间了，啊！刚明明出去了。不要！哎，哦，终于过了！你这可恶的标志，倾听自己，跟随来自你灵魂的低语的指引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玩到这里了。滑鼠左键已经冲开我很多次了。那么，如果各位有什么想看的桥段呢、啊，或者有什么想让我玩的游戏，都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哦。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哦，我要去思考人生了，拜拜。